阿朗素打先佢哋，打出上前啦，呢度射得。直接长传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加斯居尼做得好，摆除危机啊！向右翼传出个波，而家喺美斯度，多连达巴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脚法好好喎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波唔离脚嘅，今次得唔得啊？入波啦！哇！反超前啊！李昂呢啲短传战术咧，就真系发挥得好啦！你睇下去到龙门口咧，都仲可以叉得咁靓。